可是那英有绝对的优势，毕竟他的手没有被其判定，他是放火，前面的火没有判定，手判定，所以很容易那个火就先打到对手。其实严格来说，因为你是用神，可能是用神乐的角度算快，可是其实那是算慢。对，因为对手那个枪太快了，对。这队其实没有很好打，两边都没有很好，没有很好打。可是基本上就是你两边都互有对策的话，这队其实还是他有利。哎，开打、哦，都可以。好。因为这队猜拳啊，对啊，很猜啊。而且那游戏有回合制的游戏，狼人打他是回合制的游戏。对，哎，对。来，接下来是凹哥打 NA， 开场 NA 先绕跑。好，凹哥一直针对 NA 的丢枪，可惜 NA 没有举他。哦，凹哥连段失误。对，就是那也很强势的地方，就是利用这个利用位移去骗你的，不是是利用他位移。会去骗你空阵，然后打你个连段，对。然后那英虽然说大部分的招发生都很慢，可是他有四系列非常快，对，近战其实很容易吃瘪。然后呢 ，NA 一个连段，毕竟要凹了，好吃一个连段吧，好。啊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。打这个对决你也很沉得住气，因为哇那个带虚实在是太强了，对。好、哦，一个连段，连段左，连段左，来丢枪牵制。然后那也就是标准，就是我不想理你，因为我理你我会被打。单击电球牵制，然后切换压制，落石抓跳，然后那。可惜没有举，对，其实对，其实那一段跳过来其实是很自杀，就是很容易吃举，对，就好一个连段四千九，发挥了高伤脚的特色，是一个我 JC 对 JC 棋手啊，连段失误防空很好啊，可惜当对。对 ，NA 一个非常漂亮的位移技，躲过落石，从他背后一个对空把他打死。其实这是非常的闪，对。对，我不会改啊，你又没教我怎么改，都没用过。哎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第一次做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对，零零抢最后一针，对，第一场，对啊。我没有讲什么，我只是讲说这个要怎么办而已啊，对啊。然后压下去，然后开，这样就是赌一波了。只是说 N A 的 O D 太早 ，E A 太早按掉。其实说你可以利用 E A 去牵制对手。然后敖哥头像已经亮了，哦，可惜。哦，想铁拳，哦，好判断，可惜，因为已经有被等了。其实正确来说，这个时候。对手已经摆在等你，我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大跳到最上面的时候，因为铁拳盖不到他，这时候我丢你一支枪，看你要做什么。如果你想乱走，就落地差了。嗯嗯嗯嗯。我、哦、按存档就好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凹哥不想被压，直接 OD， 然后塞 EA， 然后绕跑。就是有那哦，你要仔细看他的动作。如果他在空中出来，第二段位移出来，空中其实印值很大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举他，因为他招发生非常慢，那就是确反，对，确反，对，就像这样。好，大乱动，真没办法。好，
雅图跳叉 A 图插下去，没错，压进去。可是对对手，当这个时候你要对 EA 有对策，对，当这个时候，因为奈就是一个很强逆二者的角色，就是我要跟你插一队。啊，连段失误，对，他没在空中派身啊，不能挤他，对。像这样他没有落地，你就是丢枪丢丢看，很可惜，对。NA 打不到，玩不到游戏，对。其实这就是打奈啊，很痛苦的地方，就是我一个中断很多的角色，就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招的动作太大，变成对手只要等你。我要挥了 dash， 你挥什么？回馈啊，可是我不能啊。对，接下来是莱恩打萝卜吗？